关键时刻，老公把我当外人。他厕所就不是很大的那个音乐，哔哔哔，空气就在找说谁是谁。老公这时候就说：“是他，是他，对对对，跟我开玩笑。”你在叫卖国贼？对啊。我公公今日第一年的时候，然后说你不用来啊，好失业。我老公说不是因为你工作太忙，所以我就自己去就好。怎么会到现在我才是小三？你到底是把我当室友还是怎样？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